颂赞欢唱，赞美你名字，耶稣尊贵高超过一切，万众万国高唱，赞美你名字，从永远到永远，你超过诸天，除你以外，找不到尊贵像你，除你以外，找不到更美名字，除你以外，并没有没有别的可以配受决定，赞你以及崇敬圣洁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三至五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诗篇一百二十七篇是所罗门写的悔悔诗。今日的经文三至五节，诗人表达育有儿女者的福分。诗人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家庭幸福和儿女成群都是耶和华所赐的福气，人不能够夸口自己所拥有的。同一至二至房屋城池的主题相关，人不能够单凭自己的努力，唯有靠耶和华才能够获得。让我们为所拥有的家庭和儿女向耶和华上帝献上感恩的颂赞。今日无论我们在家庭或者养育儿女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和挑战，让我们认定并倚靠上帝，因为祂所赐予我们的必不使我们羞愧。
列王记上一章一节至五十三节，大卫年纪老迈，虽然冚咗几层被，仍然觉得冷。佢嘅臣仆建议，不如选一位少女入宫侍候，照顾我主我王，让佢瞓喺王怀中，俾王取暖。于是佢哋喺以色列全国寻找美貌女子，找到一位名叫雅比莎的书念少女，将她带到王那里。这个女子长得花容月貌，她照顾伺候王，但是王没有跟她同房。那阵时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妄自尊大，说我必做王。她为自己装备了车辆和骑兵，派五十个人在前面开路。他的父亲从来不干涉，责问他，你这样是做什么？他是阿沙龙的弟弟，长得英俊非凡。亚多尼亚和洗努亚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都答应支持他。不过撒督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拿丹先知、示妹、利尔和大卫的勇士却没有跟随他。一日，亚多尼亚在引罗杰附近的所希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和肥牛犊献祭，并邀请了众王子和犹大的群臣。可是他没有邀请拿丹先知、比拿雅、大卫的勇士和他的兄弟所罗门。拿丹对所罗门的母亲拔士巴说，你没听到吗？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我们的主大卫还不知道。事到如今，我有一个主意，可以保住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你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是起誓话让神妾的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吗？为什么现在是亚多尼亚做了王呢？你和王讲话的时候，我会入去证实你的话。拔士巴就进内室去见年迈的王，书念的女子亚比莎正在那侍候他。拔士巴向王屈膝下拜，王问道，你有什么事啊？拔士巴回答说，我主啊，你曾经凭你的上帝耶和华起誓话让神妾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你的王位，坐你的宝座，但是现在亚多尼亚已经称王了，我主我王还未知道。他宰杀了很多牛羊和肥牛犊献祭，邀请了众王子亚比亚他祭司和约押元帅，却没有邀请你的仆人所罗门。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举国拭目以待，等待王来指定哪一个继承王位。如果不是，到我主我王同祖先同眠之后，我同我儿子所罗门必被定为罪人啊。他同王正说话期间，拿丹先知进宫来了。有人奏告王说，拿丹先知来了。拿丹来到王面前，俯伏在地说，我主我王啊，你已经宣布让亚多尼亚继承你的王位，坐你的宝座吗？他今日宰杀了很多牛羊和肥犊献祭，宴请众王子、将领和亚比亚他祭司，他们正在那里一边吃喝一边说，亚多尼亚王万岁。但他没有邀请神仆我、撒督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和你的仆人所罗门。这个是我主我王的旨意吗？王仲未有对神仆们讲过边个继承王位。于是大卫王召见拔士巴，拔士巴立刻进见，侍立在王面前。王起誓话，我凭救我脱离一切苦难的永活的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实现我凭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向你起的誓，你的儿子所罗门必继承王位，坐在我的宝座上。拔士巴就向王俯伏下拜说，我主我王万岁。大卫王又召见撒督祭司、拿丹先知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
他们都来到王面前，王嘱咐说，你们要率领我的随从，让我儿所罗门骑上我的驴子，护送他落到基训，撒督祭司和拿单先知要在那里高立他为以色列王。你们要吹响号角，高喊所罗门王万岁，然后你们亦都要随他回来，他要登基继承我的王位，我已经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王了。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遵命，愿我主我王的上帝耶和华成全这件事。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亦都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国比我主大卫王的国更强大。于是撒督祭司、拿单先知、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以及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请所罗门骑上大卫的驴子，护送他前往基训。撒督祭司从圣幕里拎出圣膏油的角，高立所罗门为王。他们吹响号角，民众高声欢呼，所罗门王万岁！众人浩浩荡荡地随着所罗门回京，一路上吹笛欢呼，声音震动大地。亚多尼亚和他的众宾客刚刚饮宴完毕，听见了这些声音。约押听见号角声，就问城里为什么如此喧闹。就在这个时候，亚比亚他祭司的儿子约拿单来了。亚多尼亚说，入来，你是个忠勇的人，一定会带来好消息。约拿单说，我们的主大卫王已经立所罗门为王了，王派撒督祭司、拿单先知、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以及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护送所罗门骑上王的驴子。撒督祭司和拿单先知在基训高立他为王，他们一路上欢呼着回来了，全城轰动。你们听到的就是他们的声音，所罗门已经登基掌权，王的臣仆亦都来向我们的主大卫王道喜，话愿王的上帝使所罗门比王更声名显赫，使他的国比王的国更强大。王在床上俯伏敬拜，话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当受称重，因为他让我亲眼看见我的继承人今日登基。亚多尼亚的众宾客听了之后，吓到四散而去。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去捉住祭坛的角，有人告诉所罗门，亚多尼亚惧怕王，现在正在找住祭坛的角，要王今日起誓不要杀他。所罗门说，如果他是个忠勇的人，必毫发无损；如果他作恶，必死无疑。于是所罗门就派人去将亚多尼亚从祭坛上带落来。亚多尼亚前来向所罗门王俯伏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屋企去吧。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妄自尊大，勾结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得到这两位主要人物支持后，亚多尼亚在所希列磐石与众群神私自宰了牛羊和肥牛犊献祭，宴请拉拢众王子和犹大的群神，展开自立为王的图谋。幸好拿单先知洞悉一切，和拔士巴部署向大卫禀告面临的危机。大卫王确认所罗门为命定的唯一王位继承人，高立所罗门为王，及时制止了亚多尼亚和他的同谋共反的恶计。求主怜悯世人的妄自尊大，心存不轨企图，为了排斥异己，争权夺位，密谋恶计，另起炉灶，不择手段，以不正当的行动争夺别人当有的位份。
求主赦免人被利欲分心，从罪的意念恶化为恶的行动。使徒行传四章，彼得同埋约翰向百姓讲道嘅时候，祭司、圣殿护卫长同撒都该人赶嚟啦，因为彼得同约翰宣讲藉着耶稣死人可以复活，佢哋非常懊恼，下令拘捕两个人，因为天色已晚，就将佢哋扣押咗一夜。但有好多听到嘅人信啊，男人嘅数目约有5000人。第二日，官长、长老同律法教师都聚集喺耶路撒冷，大祭司阿拿以及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同埋大祭司嘅好多亲族都在场。佢哋令使徒企喺当中，质问佢哋话：你哋凭乜嘢权柄，用谁嘅名义咁样做？嗰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佢哋讲。各位百姓的官长和长老啊，如果因为那个残疾的乞衣得到医治这件善事，你们今天来查问我们他是怎样痊愈的，这样你们和所有以色列人都应当知道，他能够健康的站在你们面前，全是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但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了。佢系你哋工匠雕砌嘅石头，已经成为咗防角石。除佢以外，别无救主。因为普天之下冇赐下别嘅名，我哋可以靠着得救。在场嘅人睇到彼得同埋约翰嘅胆量，又知道佢哋原本系冇学问嘅平民百姓，都好惊奇。佢哋认出一啲人系跟随过耶稣。又见过那个被医好的瘸子站在他们旁边，就无话可说，只好暂时将他们押到监去，然后彼此商量话，我们应该怎样处置这两个人呢？整个耶路撒冷的居民都知道他们行了一个神迹，我们不能够否认，为了避免这件事传得更广，我们必须警告他们以后不准许再对任何人传讲耶稣的事。于是他们又将使徒传来，严令他们不准许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或者是传道。但彼得和约翰回答说，要我们听从你们而不听从上帝，这个在上帝看来合理吗？你们自己想想吧，我们耳闻目睹的不能够不讲。官长实在不知道怎样惩治使徒，只好再三恐吓之后将他们放了，因为百姓都为一个神迹赞美上帝。在一次神迹中蒙上帝医治的那个人已经40多岁了。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之后，就去找其他信徒，将祭司长和长老的话都告诉大家，大家听后一同高声向上帝祷告话。
主啊，你创造咗天地、海洋同其中嘅万物，你藉着圣灵感动你嘅仆人，我哋嘅祖先大卫话：列国为何咆哮？万民为何枉费心机？世上嘅君王一同行动，官长聚集起嚟，要抵挡主同佢所高立嘅王。果然如此，希律同埋本雕比拉多、外族人同以色列人都聚集喺一座城里，要对抗你高立嘅圣子耶稣。然而佢哋所做嘅，只不过系你凭自己嘅能力同旨意所预定嘅。主啊，你睇佢哋咁样恐吓我哋，求你帮助你嘅奴仆们坦然无惧嘅传你嘅道，求你伸出手医治疾病，藉着你圣子耶稣嘅名行神迹奇事。祷告完后，聚会嘅地方震动起嚟，佢哋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扬上帝嘅道。当时所有信徒都同心合意，共用所有嘅物品，冇人话佢嘅财物只系属于自己。使徒充满能力，继续为主耶稣复活嘅事做见证。上帝亦都赐下极大嘅恩典俾众人，信徒都一无所缺，因为大家卖掉房屋田产，将所得嘅钱交俾使徒，照各人嘅需要分配俾各人。有个身喺塞浦路斯嘅利未人，名叫约瑟，使徒叫佢巴拿巴，意思系劝慰者。佢卖掉自己嘅一块田，将卖得嘅钱交俾咗使徒。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同十一使徒面对来势汹汹、非常恼怒的众官长同大祭司等犹太宗教领袖，坚定不移、满有胆量地回答他们的质询，认定使那个乞丐健康地站起来的是全靠那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彼得更加直言指出，是这些官长和宗教领袖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主耶稣，透过彼得勇敢地向那些杀害耶稣的人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彼得更加笃信只听从上帝，耳闻目睹的不能够不讲。感谢耶稣叫门徒遇到恐吓中，因为圣灵的充满，能够坦然无惧地传扬上帝的福音。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箴言善恶互论继续教导金玉良言的美好，良言就好似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头得医治。
上帝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能说话的嘴，但愿我们能够保守己心，明白上帝的训言，叫我们口中所出的每句话能够造就建立人，使痛苦的心感受甘甜，使枯萎的骨获得医治，而不是拆毁攻击人，使人痛苦受伤害。6月6号灵修思考问题，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对你来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是什么意思呢？你真心确定耶稣是你唯一的拯救吗？如果是，当遇到生命的难题的时候，你怎样依靠耶稣得着帮助和拯救呢？如果不是，你的生命又依靠些什么呢？亲爱主，感谢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你是最值得我们全心全然单单依靠的救主，因为除你以外在天上地下别无拯救。求主叫我们时常定睛聚焦在你的身上，等候跟随你的带领，好叫我们能够时刻经历到从你而来的拯救与帮助。祈祷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阿们。